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欢迎我们今天到场的四位好问青年，还有我们云端的100位在线的观众参与我们今天的开讲。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开讲聊一聊长城。那说到长城，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是华夏子孙，那是我们一种精神和文化的象征，更是中国在世界上的一张最耀眼的名片。去长城真的可能是每一个中国人这一辈子一定要计划的一件事儿。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开讲嘉宾，那如果要以爬长城来作为一个幸福指数来衡量的话，那他简直是幸福在天上的人，因为他在这方面拥有着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经验、能力和实力。太漂亮了，这一段整个都这样，鹰飞到仰啊，前提把这三角能补够了，这也算衬里，我都给修成了这个人为的这小踏步，踩着稳了，看不出来是新旧，老的新的。修长城前抬了运输人吧，人扛，骆子驮没捷径。只要修长城我管他，那必须认真较真儿。你就得一次性的认认真真把修好，实际上就是你应该做的事儿。掌声有请开讲嘉宾。建构长城修缮工程技术负责人、高级古建营造师程永茂先生。哎，撒大人，欢迎您好，欢迎您，欢迎您，谢谢各位，请坐。哎，我今天一看见您本人，感觉您比照片上显得要玲珑多了，因为我看照片好多都是在这个悬崖顶上，在这个长城的这个敌楼上，对，就是而且好多照片是那仰拍的，显得您特别高大魁梧，但是刚才一出来发现就跟邻家大爷一样，而且关键您还拄着一手杖，一手杖，这手杖是刚才我们在片子里看到的那个您，哎，就看到的这个爬长城时候用的，哎，就是平常呢，就是在巡视长城这个修缮工作过程中，这个下山时候他特别管事儿，借力，尤其是雨天特别特别的管事儿。哦，哎，这叫六棱木。哦，哎，当地人也管它叫降龙木。降龙木，再配上18掌，您就可以这走遍天下了。所以这根棍子陪了您大概多少年？这个三年多啊。原来这也是随处选了好的，把老的淘汰了。哦，这个听特别好看。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视频当中的建构长城，和平时我们比较常去的旅游景点的那些长城有什么不一样吗？不一样。这个长城呢叫做是遗址长城，一个叫游客长城、一个叫遗址长城。所谓的这个游客长城，就是像咱们到了八达岭，到了慕天峪，买票进去那个长城。现在咱们这个遗址长城呢，就是不允许攀爬的这个长城。这段的长城呢全长有10公里，它体现了这个长城的雄奇秀险都在此处。中国长城看北京，北京长城看怀柔，怀柔长城看建构。我们当地呢老百姓都知道有个叫歇后语，背着梯架过建构，没票。哎，这个梯架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咱们行军时背锅的那个木架子。就说过这个箭扣呢，你要是用扁担挑没地儿挑，两边对刮，你根本上不去，只能背，你没用什么物件你得背上去。哎，这个歇后语非常非常有意思。
但这个挑呢，在这儿其实用的又是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哎，对，没挑。实际上，本身歇后语里这个没挑，指的是你没有挑的地方，没挑或者没有挑担子的条件，对，只能背。但是在歇后语里，最后这个意思呢，就是挑不出毛病。对。今天啊，我们也给您准备了四个关键词，您看看是不是能说到您心里去。花甲好汉，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箭扣都不算。刚才看您在视频当中，您登长城那腿脚比年轻小伙子都厉害，至少比我当年大学毕业去爬山那都厉害多了。您是从小是练过武术啊，还是练过轻功啊，还是什么？您和这我的朋友啊，都看法都一样。哎，我这个朋友呢，给我起了一个网名，叫程老剑客。呵，剑客，剑客，那我这也是有真东西的啊。除了我这个手杖，我这还有，哎呦，这么一个家伙。呵，这叫瓦刀。哦，我师父，他用这把瓦刀在故宫里边，角楼、太和殿、午门。都用它操作修缮。所以这是一份传家宝。这个瓦匠传瓦刀，见着瓦刀，师傅的对人的真诚，做事的认真，看到了瓦刀就看到了师傅。所以这不仅是一把刀，这实际上也是您这个行当传下来的一种一份匠心和精神。匠心，对对对对。四位好问青年，他们呢有一些好奇的问题想跟您交流。可以。老师好，我叫郭志伟。我个人的话，反正爬长城的时候，跟您最相似的一点就是手中也有自己的家伙事儿。在我眼中的长城就如同魔方一般，有着不一样的面和不同的色彩。所以，来吧，长城！盘龙山长城，残垣断壁中感受历史的沧桑；黄花城水长城，山水相依，奇秀壮丽。响水湖长城，这边墙入云天。牟田峪长城，秀美壮阔。哎，等等，那儿就是神秘的鹰飞道仰和箭扣断长城了，听说会美到让人窒息。那没有就是对游客、对社会开放的这些长城段落，修缮它的意义在哪儿？那箭扣长城的话，属于一个秘境之处。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身临其境的去一次，然后去感受一下它的美。修长城，第一保护它，第二还要为了咱们这些巡护人员别出现危险。咱们现在的长城啊，越险段它的险情越多。对。最后呢，有很多很多段就需要咱们保护性的抢救，要给咱们后人留下一个真实的古朴的长城美景，给咱们传承下去，尽到咱们责任。程老不是去翻修长城，他是抢救性的，就是有些地方你再不修，可能如果塌了之后，你可能就很难再补回去，消失了。对，所以就是抢救性的，先把它的这个原貌和样子给保留下来。咱们箭扣长城这里边啊，有一个最经典的地方，倒钩。这个长城在一个上下错位出现了180度一倒钩，这个一块孤石，他把这孤石上面，不砌这个倒钩的墙，登石的就能上，我扔上来，哎，我这钩就上不来人了。这叫长城有倒钩，防御最讲究，
建造工艺美，长城沿线独一处。我是一个喜欢研究砖头的女生，对古建筑来说，我认为像每一块古砖，它不仅是这个建筑材料，它还更像是记录这个古建筑的一本书籍。一块砖里能藏着什么样的乾坤呢？两晋时期的砖都是由民间自由烧制的，从砖面上就可以看出各家各户的财力和审美。比如这个，应该就是出自一个大户人家，这里面还藏着一个飞天的仙女呢。而这个可能就稍稍清贫了一些。此外，一些古砖里的神兽可能更为调皮。饕餮在古代象征着威严与权力，但是在我的砖架上，他们俨然一个个野生表情包。啊，这人家很凶的。其实我们不用去刻意追赶潮流，传承和修复好咱们古人留下的这些遗产，本身就是一件有趣且值得的事情。这是你家吗？对，我真的搬砖。这都是你自己搜集的一块一块的砖？有一些是自己收集的，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也是有一些老师艺术馆捐赠给我们，他觉得年轻人应该把这个东西好多文献再整理整理发扬一下。你藏的这些砖里边有来自长城的吗？没有，像我收藏的那些古砖，他们的确实也是过于古老了，然后他们的建筑都已经没办法可见了，这些砖也好像就被束之高阁了，就作为一个展示而没办法能承担它砖的一个使命。之前也听说过很多关于长城砖的传说，就是咱们现在去复刻这个砖，我们是不是能达到和古人一样的工艺？我们修复完之后，这个修缮过的长城是否还能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是能感受到古长城的那种雄伟？我们可以完全复制，甚至比当年做的更好。这个烧砖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它的要控制它的温度，工艺很复杂。它这个有多少道工序，踩泥是吧，脱坯，烧窑，它这个火候要求非常非常严格。现在咱们长城的砖，那就是有记载的，就是说都到400-500年左右，每年它有一次冻，有一次化，对，这叫一个冻熔。哦，那就说经过几百个的冻熔，它这砖仍然这么坚固，那就体现了咱们前辈他的用心、他的辛苦和智慧。长城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嘛，饱经风霜，然后受到了很多方面的破坏。而我作为一个专门学建筑的学生，我非常希望能利用一些现代的科技来推动中国古建筑的保护。视频里的这个大佛，它是云冈第18石窟的复制品，通过3维的那种扫描，然后利用数字建模 3D 打印，然后再一块一块，它是拼接起来的，就在我们校园内。然后常老师，我就是想请教您，就是在现代科技迅速发展，就是您在这个修复过程中有没有用到一些现代的新技术啊、新材料、新的这种工艺呢？现在应用到什么呢？在前期的设计啊、勘察，也在做什么呢？做3维建模啊，为咱们提供一个数据的平台。去年是什么样，今年残损的变化是什么样，哦，能起这个作用。但是具体到咱们现在实际的操作，代替不了咱们祖传下来这个传统手艺的做法。在这个长城上边有一个4圆的原则：原形制、原工艺、原材料、原做法。这块砖可能能给它打出来，你打出来呢，你体现不到咱们当年咱们艺人砌砖那个感觉，古建或者长城的修缮里边用不上。坍塌那种您还得一块一块给它找回来。你用了它就少添新的了，适当的补几块新砖。
但新砖也是按老工艺做出来。但是这个新砖必须是原来的老传统工艺，它的尺寸也得和当时这个尺寸是一样的。明白了，谢谢老师。程老今天呢也带了几道关于长城的题，您给大家出题。第一道题，第一道题，长城的边墙是直上直下的吗？A 是 B 不是 C 不一定。先分享一下答案吧，你的答案是你选的哪个？ 我选的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砌的时候它是一些人在这边砌，然后是垒起来的，不是说一下建成的。长城不是全线同时动工，这衔接有可能手艺不一样。最后他归咎于修长城人太多，有的气的是直的，有的是歪的。我选的答案是 B。 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答案的这个比例啊，你看选 B 的有55%，选 C 的有37%，选 A 的最少。您公布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所以不是直上直下，所有的边墙都有一个下宽上窄，这叫收分。收分的比例是7/1000，就是个梯形嘛，相当于像个水坝一样。它墙的越高，收的越多；收的矮，收的就少。长知识，长知识。好，第二道题。我和萨老师一起修长城的边墙，那就是萨老师适合做哪项工作？ A 砌墙面， B 砌墙角， C 搬砖， D 直播。我可以去帮您直播去。这应该加一个 D 选项，对，能上去能跟着程老学学这方面的手艺，那这多难得的机会，那还敢挑。程老说你干嘛就干嘛。这道题答案100%，所有人都选 C。 你看还真有一些人看得起我。哎，有14%的观众认为我可以砌墙面，谢了啊，谢了。有7%的观众认为我可以砌墙角，78%的观众对我还是比较认识，还是对我的能力是比较清楚的，就搬砖。错了，正确答案砌墙面。搬砖我都搬不了啊。因为什么呢？咱们是长城修缮的，是这个两个工作，一个是瓦工砌墙，一个是咱们这些立工，往上背砖。萨老师，咱们既然参与了这长城修缮，那就拿起瓦刀，从学徒开始。哎，这学徒工的一开始拿起家伙，他要垒这角，它是90度，它是垒不直的。学徒开始，那就说，我砌角，最后你砌里边，我这直你就直，我这斜你就斜了。学徒先干这活。这也是程老啊安慰我，说我上去能砌个墙面。我估计真要上去，我砌完墙面，晚上程老得趁我走了以后偷偷把它拆了。有一个这个熟练的过程，学徒嘛。接下来一道题，在建构长城修缮施工中，一块约600斤的石条，最多要经过几次转运，才能到达施工现场 ？A， 2次 ，B， 7次 ，C， 20次。这是从哪儿运呢？600斤的条石，它这坍塌了以后，滑到山谷了。哦，捡回来，你得把它运回来。我先了解一下啊，我才能大概的选择。建筑材料如果往上运的话，机械能帮多少忙？汽油这个动力的东西基本上都用不上，都只能用骡子。这个马，它也拖不了。马是跑车，对，骡子是卡车。所以，答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选 C。
选 C 的人跟我一样，占到了将近一半，哇，47%。43%的人选了 B， 只有8%的观众选了 A。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这个长城它塌方以后啊，滑向山谷，200多米，垂直距离，垂直距离，它在草丛里埋着呢，看不到。要把这个石条，你要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以后呢，有一个那个牵引那个电葫芦，那一次你那线你顶多是放50米，但是呢，它顺着那河沟还有一个直线，你不能拐弯，拐弯有树，所以说你50米一段，再折到长城那个脚下，就找那个没有障碍的，哎，没障碍，上来以后到长城这还有一个垂直，垂直把它牵起来，到长城上面，到这上面以后还要折两个弯，你这钢丝绳你得直线，哎，再有两次，再啪嗒陡坡，归到原位，七次是这么来的。七次，一块600斤的条石，才能回家，所以也是很不容易，人背肩扛，然后加上一些这个牲口，再加上一些简单的机械的设备，所以整个修长城的过程，为什么说一点一点的，一干就是十几年，将近20年，这向您、向您和您的同事们致敬。还有最后一道题，鉴定长城砖质量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A. 听声音 ，B. 看颜色 ，C. 称重量。说是一块砖。当然你得是行家啊，你要像我们这种外行，这三个都没用，就看价格。但是真正的行家是用什么办法？我选了 A。 为什么？因为看颜色，有一些砖它外面有风化，然后看不太出来，就是它质地到底怎么样，然后称重量太麻烦了，而且称重量你前提你得知道它的成分，对，把它开的成分啊什么的，最简单的就是敲击听它的声音，然后有的是就叮叮作响的，就是比质量比较好，就那个声音它得脆，对，就跟对跟挑西瓜相反，西瓜是越闷越好，对，熟了，对，但是墙砖你得听那声音，当当当当当当，对，这里面就密实，我们看看啊，看看有多少观众选的，78%的人选 A， 10%选 B， 10%选 C。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 听声音。最后一道题大家还算是不错啊，不错，基本答对了。所以他刚才说的那个对吗？就是声音。对，这个什么呢？咱们是题啊，有一个字叫最简单的方法。对，对。啊，那你要用咱们实验室，那你要考虑它的压力，抗动容，那这些硬性的指标，咱们现场看的这砖怎么样啊？那就敲一下声音，敲一下，这声音声音特别的清脆，说明它就质量特别好，那你要敲的啪啦啪啦的声，说明这里就有裂纹。感谢程老给我们带来的四道题目，一下子又丰富了我们对长城的知识。但是我觉得呀，程老眼中的长城和他心里的长城，四道题都不足以涵盖程老对长城的情感。接下来我们把讲台留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大家好，我是地地道道的怀柔人，从小就是听着长城故事长大，使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就是老龙头的这个孟姜女哭长城，这个流传很久。当时修长城的时候是抓民夫，把她的丈夫去修长城，一年之后没有信儿，最后呢，她去找这丈夫，到了工地儿和同伴一打听，说这人没了，埋在了长城里边，才引出了这段孟姜女爱情故事。
还有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咱们长城的西头嘉峪关，当时修这个嘉峪关的时候，因为它那个规模非常大，边墙呢高达9米多，那个地方它那个土不适应烧砖，要在40里以外烧砖，用牛车把它拉过来，再用人往城墙上边砌垛墙，在边墙上边建的那些台子楼阁，当时的咱们没有这个起重设备，那就人非常辛苦。就在大家往上搬砖的时候，过了一个放羊娃，他放的是山羊，哎，他呢灵机一动，他把这个腰带解下来，一头拴一块砖放在了羊背上，一拍，哦，哎，结果这个羊顺着马道挺灵巧的就给拖上去了。从这儿以后，那大家都效仿这个，是吧，把那个放羊的弄过来拖点砖，就是流传到现在这个山羊拖砖这么一故事。这样呢，就是咱们长城所有的沿线也利用了这个方法。哎，这是东头一个故事，咱们西头一个故事。哎，另外呢，在我这个家乡还有一段小故事。在明朝的时候，朝廷派了一位将军叫蔡锴，他在这儿指挥修这段长城京顺北门，因为他修的上的质量非常的好，但是由于这个时间修缮的过长，对朝廷的这个奸佞给他告了一状，说他修的时间太长了，哎，花的成本太多了，最后下一道圣旨把蔡锴给杀头了。结果呢，在调查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这段长城修的特别特别的坚固，这段边墙就是咱们一等边墙的标准，长城三个等级，一等边墙、二等边墙、三等边墙，砖城的长城呢，它就修到等级就是一等的边墙。当这个派下官员调查的时候，看到隔山的那段就出现了塌方，西边段也有塌方，唯独这段一点一块塌方没有。最后呢，给这个蔡锴将军呢竖碑重新的安葬，以示平反。这个位置呢，在这个黄城长城这个左角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给刻了两个大字，2米的直径，金汤二字。最后管这段长城就叫金汤长城。巧了，18年前第一段开始修长城就是这段。因为修长城呢，刚才说了，调石就地取材，烧砖就地取材，剩下就是白灰。咱们的先辈非常的聪明，就用这一种白灰石灰块，再加上这个青灰，各种红土子，加这些浆，能配出9浆18灰，用在咱们古建筑的不同位置。在咱们长城上面呢，就是其中的一种叫坡灰，用生石灰加水以后进行粉化，在这儿用水焖，最少20天以上你才能用。我到那一看，15天，结果这儿要用，将来肯定要出质量失误，你这质量没有保障，所以说调整调整的别的工作，造成这一切责任我负。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质量上一定不要放，要坚持原则。你假如说为了少了这5天，少过这5天工，你砌上的一段的东西将来就都要给你膨胀给你胀开的，那非常非常的危险。由这儿以后，那我就等于是
迷上了长城，这一干就这十八年，修了20000多米。这是一个对咱们这个古老长城老祖宗留下这个宝贝，是一个从内心的情感的想呵护它保护它。现在大家所说的长城万里长城实际上是明长城，东起辽宁虎山，西至嘉峪关，8800多公里。这里边呢，长城东西有两条主线，大家有习惯的叫一个内长城和外长城。内长城和外长城东部的起点就在箭扣，内外长城是咱们的京师北门两道防线。咱们在修的箭扣长城都是严重的缺水地区，由山底到长城这段登山这路也得1-2000米，现在有高科技了，那叫高山压力泵，经过1级2级3级把它沿着长城布这个水管子。你要没有这个先进的这个水泵设备，那你要靠骡子驮，那你满足不了施工要求。另外呢，这个刚才说就是备用料难，只能用骡子驮，但是骡子你不能让它踩踏长城啊。所有到长城段上的工作面就得靠人背肩扛，背这个城砖一块砖26斤，要背3块，方砖30斤2块。最难修的这个就是这个刚才说的鹰飞到羊，这个鹰飞到这以后折回来再来一次，并且呢这个鹰飞到羊由东北向西南照相，照出了一个 W 型的一个山体形状，这个 W 中间的小嘴就是那鹰嘴，这个陡峭程度和这个形象大家都认知的就是鹰飞到羊。它陡到什么程度啊，那就基本是80度。当地有一歌谣，鹰飞到羊猴难攀，鹰飞到羊这个南坡经常出现救援事故，它的梯面塌了一个40米长的一面墙，满都坍塌了，用工人去掉植被，完了里边翻找这些大石条，一个折线一步一折线般的往上倒7次，那是几百块大石条啊，你有多少必须把这原位的给安上，既然费那么大劲还为什么非要把它安到那儿啊，那就是说咱们文物保护有4个原则：原材料、原工艺、原做法、原形制，它有文物价值，要把它原位的给它恢复上去。咱们通过修缮以后，那是5年了，真是一点事儿都没出。这段最美的、最险的长城，紧连着的南边，很近，有一个地方叫天梯。直上直下，下边最宽的3米，最窄地是60厘米。天梯上边有了一个楼子叫146楼，因为山体的变形，造成半个地楼坍塌，大也是大石条坍到下边，百丈深渊，最后也是用刚才鹰飞到羊的办法，把这石条又给拽上去，恢复了这楼子的外边的轮廓。通过这18年，我总结了一个5随做法。箭扣段有了一个楼子叫128，咱们这些驴友们管它叫什么呢？小布达拉宫。从南侧看就是一个布达拉宫的一缩影。东侧这点有50米的墙段，这个地方呢我处理了一块基层的砖，用了10分钟
正常条件那就是砌一块立砖加一块闷砖，几十秒。这个墙段的这点台阶儿，这点地面，充分体现的那两个字儿：随层、随坡。咱再说一个：随弯、随旧、随材。这个点是在哪儿呢？是也是咱们现在建构长城157地楼，它这个旋南北10米，北边3米能再存，南边的7米基本上就塌旋了。砖旋就是咱们现在城门那种圆拱，它受力以后这是往两侧传的，不用木材，不牵着糟朽和虫子。最难做的什么呢？它这个旋呢，中间最中间那块砖，它叫蝎子砖，它不是一个整砖。这次你要恢复它，跟它这个原来的砖缝得顺上，做好了它。所以这次咱们做完了以后，这样能让这个楼子再坚持200年没问题。建构的还有一个最好的一个美景，一楼叫122低楼，这个楼子呢，网友管它叫正北楼，它建得非常非常的美。它为什么建这么美呢？后来我经过一个分析，它这个下边啊有一条15里长的一个挺平缓的一条山沟，这山沟呢就是说当时的按防御的这个要求来说，那个战马可以直接骑到长城，完了以后在下边它加了一个挡马墙，长城沿线是单是一挡马墙的独一处。哎，我编了一个打油诗：南大楼正北楼，一楼双面再建扣，正北楼做工精，垛辅10条13层，回廊双梯冰攀岩，南侧金钱俩窟窿。在咱们所有网上晒的建构长城照片都是这个角度照的，太美了。另外呢，在怀州东段还有一个地楼，40号地楼，它有一个外号名叫夹板楼。咱们所有长城上的地楼都是矩形为主，它在一个独峰之上，因为受这个独峰的山点的这个条件所限，当时建造的时候啊，也建造了一个方的，但是快要完工了，塌了，又换一个工头还接着干，也要快完工了，又塌了，还砸人了，最后呢，这个原来的两任工头都被斩了。但是这怎么办呢？那工程还得建呢，还要工期，最后呢粘榜招募，最后一个小伙自告奋勇，我来。他去了以后，根据这地方，他把设计给变了，变成一个长条的，长面3眼，侧面2眼。最后呢，这人呢不但没耽误工期，还挺好，还做给他奖励了。这个传说在当地流传的非常广，这个楼子现在已经500多年了，特别特别的漂亮，一看一个在独峰上面，非常非常精神。咱们光说这个楼子，这俩楼子这么好，但是呢咱们都对它进行了修缮，它的问题都出在楼顶上面窝水。窝水呢，就对咱们刚才说的以冻融的病害是最多的。这两个楼子上面的屋面排水按照设计要求都给做了疏通，做了封护。现在这两个楼子呢，那就说再坚持200年也没问题。咱们作为一个文物保护者，也是参与者，你能参加这个
国宝长城的保护修缮，是你的荣誉，更是你的机会，就是给你自己的一个鞭策，要把它工作干好。18年的长城修缮，我现在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说，我爷爷也说了，建靠长城那儿有一个叫铁架飞梁，就说有一段长城10多米的一个悬崖，最后插了2道大铁梁，跨过去，最后把真墙修过去了。但是我经过这几年，我找这个痕迹也没找到。修建后一段时候1米走，找看也没找到。但是我想着呢，在今后我再修几年长城的过程中，我还继续找到原那个故事梦，把这咱们长城修得让它更好，就是为修缮长城做出我最大的努力。谢谢大家。再次掌声感谢程老，谢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程老这身体真是硬了，而且关键是说到这个跟长城的故事啊，那些楼号，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在我们看来可能我们去玩的时候都会忽略的点，但是在您眼中看来那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如果未来建扣真的开放的话，您说的这些点一点一点的去看，正北楼啊，甲板楼啊，对，包括每一个拐角的地方，那都是程老这十几年给我们留下的关于他和建扣长城最美的故事。再次掌声感谢您。您在开讲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观众通过网络发来他们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想要加入修缮队伍需要什么条件，这是件好事儿，已经有年轻人开始琢磨着要拜您为师了。体力具备条件就行。哎，由搬砖做起。这个咱们砌这大城砖20多斤这个是很费劲的，就说你这砖要搬不动，你就没法砌它。哎，愿意咱们为长城做贡献、保护做贡献，跟我联系。程老也说了，体力是最基本的要求，但其实有个最重要的条件，程老刚才说了，愿意为长城做贡献，你得有这份爱，你得愿意为这事儿投入你的精力、对情感。对，你要爱上这件事儿，那其他的都不在话下。对，所以今天听完程老这一番开讲，我就突然在想，这长城能够坚持到今天靠的是什么？当然一定是前人在修造长城的时候那份匠心，那份手艺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遗产。但是长城能够坚持到今天，还是这当中一份精神的传承。说过去一直觉得长城就是一个军事建筑、防御建筑，它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一个分界线，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文明和文明之间，文化和文化之间，你是无法用一条线把它彻底隔裂开。人类的不同的文化文明一定是要相互交融融合，彼此借鉴，才能共同成长。所以长城应该是不同的文明之间的一个缓冲线，它给不同的文明的交融创造了一个和平的条件和机会。谢谢，谢谢程老带给我们关于长城的故事和思考，也感谢我们现场的4位浩文青年和我们100位云端观众的参与。下一期开讲再见。在人往的街头，想要自己